近日，某童装品牌2019春夏巴黎时装秀举行，不仅 T 台上的李嫣、多多、多妹等星二代抢镜，观众席里同样随处可见明星名流的身影。李亚鹏、黄磊和孙俪、佟大为和关悦等纷纷现身秀场，化身为宝贝们的头号粉丝，为他们加油打气。李亚鹏和黄磊在台下举着相机狂拍，照片中李嫣轻甩长发，激发了超模灵魂，非常有气场。多多一身长裙，头戴花饰，就像灵动的仙子，气质不凡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